大家晚上我们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。今天还是有午后雷阵雨哈。那早上的时候呢，有一些雨势，这个主要是台湾附近呢有一个冷性低压哈。这个低压跟一般的低压不一样，但是它其实也造成了有一些不稳定。现在来看的话，大致上呢，我们台湾受到东半边的太平洋高压，西半边的西南季风哈，这相对一个是比一个比较低压不稳定的区域，刚好夹介于两个中间，所以我们的天气来说的话，有时候这边强一点，这边呢午后阵雨就少一点；有时候这边弱一点的话，那这个呢就完全不一样了哈。所以最近呢，其实天气变化真的比较大了哈，等于是说可能都会有午后阵雨，还是整个都吹西南风的天气，还是有一些午后的热对流，所以请大家多留意一下午后的时候哈，听到雷声请入室内，尤其呢像今天下午在这个台北市下了午后雷阵雨哦，这个信义的这个大安森林公园一个小时就下了100毫米，所以老实说这个雨呢很害怕，随时说下就下，都容易有一些致灾性的积淹水啦哈，请大家多留意一下，能够遇到这个下午下雨的时候，不要怀疑，就暂停一切活动就对了哈。当然虽然是干扰，但是老实说，你去外面哈也会积淹水，也会塞车的，所以提醒大家，未来这几天大概会持续一个礼拜左右，都是容易有一些午后雷阵雨型的天气。那预期呢，这个甚至未来的礼拜四、礼拜五，可能呢南边的水汽会稍微多一点点。所以明天呢，今天晚上到明天呢，大致上，下过雨后比较舒服一点点，但是还是很闷热，吹得偏南风，中部有一些这个降雨。那明天呢，还是一样偶阵雨型的天气，请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。那好消息呢，是空气品质还不错，我们给大家建议哦。水汽还是很多，午后的阵雨也多，近期呢还是典型的夏季天气形态。那雨势呢规模转为比较局部哈，比较像前几天很大规模一下南北哈。这个其实这个午后雷阵雨呢是很难预测点在什么地方的，只能用监控的方式来进行。那好消息呢是近期呢还没有看到有台风会发展生成的这个机会，可能会休息一阵子，下一波可能会在8月初，所以请大家呢随时多留意我们相关的讯息。我们来看详细天气数据。的观众朋友跟您说声晚安，稍后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大爱二台，稍后回来要带您看这边18位环岛生的沿途送暖，还有兰阳博物馆的生态与科技展，还要关心快递送餐的安全问题。大爱二台，我们稍后回到新闻现场。学期开学开始呢，所谓的108年的课纲就要正式上路了。不管你是小一、国一或高一新生，恐怕都会面临在教学内容的改变。那么，到底什么是多元选修呢？我们来看，如果高中生的多元选修，哪些项目？像是比较好动的孩子，可以选野外求生、电影制作、走出教室玩地理等等。而如果你喜欢科技、自然、物理的话，可以选修的是就爱玩动画、城市设计，或者是古今中外的几何。而如果是文青类的孩子的话，艺文上也有很多的选择，像是阅读时光、快乐学、论语等等的，都是让学生能够适才适性的发展。不过呢，对于老师来说恐怕就会比较伤脑筋了，因为老师准备教材要花掉比较多的时间，必须有充分的内容才能符合所谓多元课纲的精神。新课纲